空旷穿透。我们刚才要去餐厅是吧？嗯。好，麻烦你。上辣椒很好吃的，是吗？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说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在这里忙得不得了，不然我跟你讲一下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其实很好吃的，刚蒸的。这些肉都我们经常吃，豆角。红汤呢，就是那个红汤，吃八方的八汤锅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那么传统功能吧，要得，稍微等一下哈。